北京高温击霸当众跪受林冰。近日在北京一健身赛事上云集了大批国外健美名将。近日韩国健美名秀黄哲勋来到了国内参加某活动，在活动间隙为答谢粉丝对他的喜爱，黄哲勋当众展示肌肉并通过交冰解暑。此外该活动也云集了大批国外健美名将。